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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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到往生、不退、补处和成佛，虽然名词不一样，实际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么前面我们讨论到往生和成佛的关系，说到有三句：一是往生定成佛，一是往生速成佛，一是往生即成佛。那我们呢说到第二点，往生速成佛，这是我们净土宗传承的法义。说到往生论注的解释，大家可以看圣教集的335页，太上大师用了一个问答指出这个速得成佛的原因。先就五念门说自利利他成就，接下来呢何求其本，阿弥陀如来为增上缘，这是一个总的结论。在论证的时候呢，他先引用论文里面所说的自利利他，而从利他两个字来说明是佛利，就是从论文的文面上来说明是佛利的。接下来呢就展开从佛利这个地方呢，太上大师就展开他自己的丰富的解释。他说，凡是身彼净土，即彼菩萨人天所起诸行，皆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何以言之？若非福利，若非佛力，48愿便是徒设。那么下面呢就举出了三条愿，这个是最有名的，叫涤取三愿这一段文。好，翻过来336页。哪三条愿呢？就举出这三条愿来说明往生快速成佛完全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这祖师眼睛就是雪亮48条愿就抓住三条愿，这三条最主要的大经络，人叫任督二脉就抓住了，全部就第一个就是18愿，第二是11愿，第三呢是22愿。这三愿的关系第18愿就是往生，第11愿就是成佛，第22愿就度众生。所以不论是往生还是成佛，还是回途到娑婆世界度众生，若往若还，此土往生彼土菩萨人天所起一切诸行，都缘阿弥陀如来愿力。我们来看，首先呢是引用愿文，愿文几乎是原文照抄愿言：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个若不得生者加了一个得字。接下来呢简略的解释，这个解释分为三段：缘佛愿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这是第一段。这种解释都非常的简略非常的有力量。那我们十念念佛就能往生，人们都会怀疑，你十念念佛怎么能往生呢？这么罪业深重。所以它很简单，缘佛愿力故，这没有别的，因为是佛的愿力。所以我们往生，我们念佛能够往生，之所以这样容易快速简便而且保证安全，是因为前面四个字缘佛愿力。所以这样就把整个这第十八愿太上大师解释的是很简略的缘佛愿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十念的念佛，就是称佛愿力，这样就能往生了。这就是所谓的取意事。接下来第二段，得往生故，即免三界轮转之事。往生到净土，净土是
超越三界的，阿弥陀净土是报土，观彼世界相胜过三界道。到了极乐世界啊，就没有三界轮回轮转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是第二段。第三段说，五轮转故所以得速亦正也，因为一到极乐世界就没有生死轮转了，所以呢这样就快速可以成佛，这是一个证据。因为如果在娑婆世界不断的轮回，所以无量劫来就在这里边轮回，总是打转，那你当然遥遥无期了。可是呢现在就是这三条愿，你看第一愿啪就把你到了净土，没有轮回了，不会去轮转了，这个就说明我们很快一下子就提拔到到报土了。接下来引第二十一愿，愿言：设我得佛，国中人天不住正定聚，必知灭度者不取正觉。圆佛愿力故，住正定聚。这解释的第一句啊，也是非常简略的。我们到极乐世界，一旦到达极乐世界，都属于正定聚。所以正定聚就是不退转啊，就决定要成佛的这一些人，正定。那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我们都是邪定聚，都决定轮回的，怎么到了极乐世界就是正定聚啊，不退转呢、啊？决定要成佛啊，这是圆佛愿力故。就是我们只要到了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力量。所以到在这个是十念念佛变得往生，也不是我们自己修行的力量。就前面它五个字是一样的，圆佛愿力故，这是以阿弥陀佛的愿力作为一个根本增上之缘，所以我们就注意正定之句。住正定聚故，必至灭度，无诸回复之难，所以得速二正也。这是第二句。因为在正定聚当中呢，他这条愿说住正定聚必至灭度，灭度就是大涅槃，这个这地方呢必至灭度就是指成佛的意思。无诸回复之难，这句话呢是讲没有那个菩萨如果自力修行，就有第七地的叫做七地成空难，就有这一个呢一种障缘吧。如果到了第七地成空难不出来的话，那就跟阿罗汉入灭度差不多一样，那就就是这个时间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呢菩萨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与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就没有这个困难，这自自然然的没有这个困难，没有这个危险。所以由这一点呢就得速，所以得速二正也，这是第二个证据。所以如果在娑婆世在这个秽土娑婆世界，那这个困难还是有啊。接下来举第三个愿，愿言：是我得佛，他方佛土诸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出其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披红石铠。到我净土来的他方佛土的这众生菩萨都必然没有一个遗漏在外到达一生补处。但是呢除了他的本愿，愿意自在教化众生，为了众生的缘故呢，所以披红石铠是说这个誓愿呢坚固犹如铠甲，我们要到生死阵中去救度众生，就好像一个人在战场上，那么入了这个敌阵的话，一定要有保护自己的铠甲，过去打仗都是要披铠甲的，这样呢敌人的刀枪就会我们自己就得到一种保护。那么在生死流转当中救度众生，往往都有很多的烦恼恶人恶境恶缘，那有红石的铠甲才可以庄严我们，才可以保护我们。所以这个誓愿的力量是非常坚强的，可以保护自己。那么如果到他方
秽土啊、浊染的地方去度众生的话，就要披红饰铠。就说这样的人，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他也本愿不想成佛，他想呢到他方世界度众生，所以呢他就显示自在所化这样的一个行业，极乐得本度脱一切，这是菩萨修行的法事，就是如此的。所以到一些他方国土啊，去显示菩萨怎样，比如六度万恨啊，如何来修行。游诸佛国修菩萨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力无上正真之道。所以这样的修行也无非是所谓上供诸佛，下化众生。虽然这样做，不论是在极乐世界诸于一生补处的位置，那么诸于一生补处就是准备候补佛位的，因为本愿不一样嘛，有的就要到摄受净土来摄受众生，有的呢就是到秽土他方净土去度众生的。那么这两种状况呢，它都是超出常轮住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所以这两种菩萨，一个在极乐现一生补处位，一个呢十方游化。这样十方游化呢，就是它不现补处位，可以生前凡圣一切自在。那么这样的状况呢，是超出常轮住地之行。常轮住地之行就是从浅位到高位，一地一地的往上升进，次序不能乱，地位不能乱。那我们曾说过了，这里的超有三个超，一个是超时，这个超地、超节、超次。超地就是说从一地可以直接到十地，到最高的，从这个初住三贤位也可以直接到一生补处。所以说阿比拔至极物生，皆是不退转清净不退转一生补处的菩萨，就是超地。那超时呢，超劫，不是要需要很久大劫的时间超越的。超次呢，就是说他这个次第次序不是说一定由低到高，是高可以低，低可以高。所以有像偶遇大师所讲的，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就地地圆融，位位圆融无碍。现前修习普贤之德，现前是一切万行啊一时现前啊，普贤已经说过了，这种行是普门示现，无所不现。这个普贤呢，就是贤德圣化。那么这种力量，这种，所以底下呢，法藏比丘就说了，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如果到我国土的众生不能有这样的功德、这样的利益，那我就不成佛。所以很明显，这不是说本来的菩萨有这种功德，而是到了极乐世界，你没有这种功德的都有这种功德。所以下面呢，他们大师就解释了：缘佛愿力故，超出常轮住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个超出常轮住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这两句话就对前面他方佛土诸菩萨众等等这一大段愿文的一个总结那么这种功德利益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第二十二愿，所以我们一旦往生极乐世界，不往生则已，一旦往生自然这样。这是靠佛的愿力，就超出常轮住地之行，现前修习普贤之德。以超出常轮住地行故，所以得速三正也。这就非常明朗了经文说得很清楚，超出常轮住地行故，所以它是很快速的，它不是说一地到一地这样的慢慢增上三正也。这就举了三条愿，摆了三个证据，所以这种证据是非常有力量的其实每一条愿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都能显示我们快速成佛。不过这三条愿特别有力量，你比如说到了极乐世界无忧好丑，在这个地方我们就长得那就是不一样了，那对吧？有的人长得就挺好，有的长得就不行啊。那到极乐世界都一样长相，这什么原理啊？缘佛愿力故，无忧好丑，对不对？
到这个地方我们皮肤啊，黑种人、黄种人、红种人、白种人不一样啊。到极乐世界怎么样？身皆金色，都是紫磨金身，跟佛一样。那怎么样？缘佛愿力故，身皆金色。你要修一个金色佛身，修到哪一辈子啊？对不对？那是修到一生补处菩萨以后，再经过白劫众相好，才能够修上的。不然我们都修不了啊。但是我们没到极乐世界呢，那就是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意义大悲心，利益助群品。这就是佛的愿力，这都是佛的愿力啊！这就真正的不劳而获。不劳而获在这个世界受批评的，但是在极乐世界是受表扬的。所以就很多事情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啊。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价值观啊，是受批评的，但是呢，到净土法门里边受表扬啊。不劳而获，看这是获得谁的？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累劫苦行，可是获得了弥陀给我们的功德利益。那善导大啊，这个法人啊，这个塔卵大师啊，在下面做了一个结论：以四而推，他力为增上缘，得不然乎？所以论据论证非常的有力，用这来推断的话，他力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是我们成佛的增上缘，往生成佛度众生的增上缘，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没办法反驳的，一定是这样的。这是呢校正。接下来呢举了一个比喻例子，怕我们不能懂得什么叫自力和他力，这很慈悲。当复引力是自力他力相。现在呢我再引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力和他力的相状，让大家明白。这个比喻例子啊，那可以讲差别太明显了。我们看啊，如人为三途苦，受持境界，受持境界故，能修禅定，以禅定故，修习神通，以神通故，能游四天下，如是等名为自力。然后这就是自力了，就靠你自己可以有神通在天上飞来飞去的，这就是自力。我们看他力呢，又如猎夫跨驴不上。所以猎夫就是身体不好的啊，我老年的，或者是这个腿脚不灵便的啊，那个双腿残障的，猎到什么程度呢？跨驴不上，把小毛驴牵来，然后呢给他把凳椅子扒好，让他脚跨上去，他跨不上去，那估计是小儿麻痹症啊，或者是这个患中风啊，这样的偏瘫，他才不行啊，连毛驴都跨不上去。可是他趁转轮王行，转轮王一个轮宝，他跟着转轮王后面乘他的轮，便趁虚空游四天下，就可以呢虚空任他自由翱翔，无所障碍，如是等名为他力。这个比喻啊，在我们现在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出门都坐飞机，对不对？你说那这个自力和他力怎么比？所以这两个比喻那差距特别大。就说你自己能飞，你就是自力。那你不能飞吧？谁能飞？现在全世界还没找到一个能飞的呢，对不对？找是找到几个，那是鸟，不是人，对不对？那你能飞哈，就是自力，你有神通。谁有啊？没有。那什么是他力呢？坐飞机。坐飞机你看，从这个中国到美国绕地球转，那四天下都没有关系的，什么东半球到西半球，南半球到北半球，不是飞来飞去吗？这就是他力。他力是你是跨驴不上也没有关系的，抬担架抬上去都没关系，自由无碍，乘空无碍。这个比喻非常的鲜明生动。那我们想这个差距有多大？你说这个自力和他力之间差距有多大？那坐飞机有你一点力量吗？你有什么力量？有人说往生极乐世界自力靠一半，就是靠佛力了，就是圆佛的愿力。当然你要愿意去往生，你要乘飞机，你不愿意乘飞机那没办法了。所以唐乐大师后面就有一句话非常的感叹：欲在后至学者，就是指我们今天这帮人
啊，我们在座每一位，这个后，一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只要是谈论大师之后的，一直到五千年、八千年、一万年的时候，都给他讲完了。所以大师说话就不一样，一句顶一万句，一年顶一万年，是吧？这后面通通说到了，欲在后至学者，欲知啊，后来这些学佛的人，闻他力可称，当生信心，悟自举分也。听说阿弥陀佛本愿力可以衬托，应当相信，应当依靠，不要自举其分。自举其分，我们都是自举其分。哎，我哪里够资格？我怎么能够往生？他自己画了条圈，把自己圈了在里面，说他不行。阿弥陀佛伸手拉他，他都不愿意，说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这叫自举其分，自己局限，说自己没份。我们各位莲友啊，大家在这个地方，你们都是就是门户开放政策了，我们心打开了，没有自举其分。但是你出去找很多莲友，找一些这个没有了解善导大师思想，你跟他讲，他说的不行，我不能往生，我不行不行，我这样哪可以，不能去，都是自举其分。这个自举其分怎么说呢？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我当时一看，我立即想到这个谭论大师这句话啊，这个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2004年以前，应该是2002、2003年这个时候，或2004、2005年，都还在那几前嘛，在佛林寺有一次放生，他们啊就逮了一笼子那个鸟，然后呢，我们给他念完佛皈依啊，就拿到山头上放生。然后把这个笼子一打开啊，很多鸟从里面哗就飞出来了，但是里面就有那么三五只呆头鸟，它就不出来，它嘚嘚就跳来跳去，弄得没有办法，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把它扣过来，你把那个笼子扣过来吧，它往上飞，你往这边，它往里面飞，怎么打都打不出来。当时想的，这不叫自举其分吗？对不对？就他大概觉得还是觉得这个笼子好吗？大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他在里边转的不出来。就是给他放生，笼子打开了，他就是不出来。阿弥陀佛给我们放生，六字名号就给你笼子打开了，让你放生，说六字名号买了你，从阎罗王手里买出来了，门都打开了，你飞吧，飞向极乐世界，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你十方世界尽有这个是十方世界尽你这个可以分身了。结果呢，他就在塞在这个三界的小笼子里面不出来，后来还要手抓进去，一个个把它逮出来。我们看讲义啊，大家不要做那个小鸟哈，那个自己不出来了。这三条愿啊，也就是所谓的念佛、成佛、因果三愿。第一愿呢，第十八愿就是念佛为因，第十一愿和第二十二愿呢，就成佛之果。怎么有两个愿成佛之果呢？第二十二愿、第十一愿就是成佛的这个体，因为讲必至灭度啊，这是体。二十二愿就是用，用就是说呢，成佛之后再显现，所以道家慈航这样度众生，以这样的一个德政来度众生的，这种化度之用，所以有体用的差别。这三条愿乃至四十八愿，是我们净土宗建立的根本基石。所以谭论大师往生论注啊，他对净土宗教理的贡献，那是划时代，那是奠定了根本基础的，这不是一般的可以相比的。我们讲净土宗圆佛愿力啊，善导大师固然是大乘净土宗，是我们的宗祖，但是他教理的渊源是来自于谭论大师的往生论注，而也就是来源于这刚才讲的三愿地证，用这三条愿明确的证明往生成佛度众生都是靠阿弥陀佛的愿力。所以这句话，凡是身别净土
吉利菩萨人天所起诸行，皆缘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这是我们净土宗的一个大根大本大框大要的地方。何求其本，阿弥陀如来为真上缘，这都是根本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整个净土宗展发出来不一样。那么一般的天台啦、华严呢，它所着力点跟这里啊不一样，往往都会从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从众生的自性这一方面说的比较多。然后谭鸾大师、道绰大师、善导大师这一脉，就是从阿弥陀佛的本愿说的多。虽然说弥陀的本愿修德和众生的心性性德啊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是果地，一个是因地。一个呢如同是出矿之金，一个呢如同是在矿之金，那就不一样了。那金子还在矿里边得不到作用，所以叫金矿，但是金矿矿石拿去还是石头，一念出金子了，阿弥陀佛六字名号是念好的金子，五劫思维照在修行已经成就好的纯粹的功德给我们。那和我们现在心性里边虽然具足这样的功德利用，但是呢丝毫不能显现，因为被贪嗔痴的砸石头给矿子埋没了，就得不到它的作用。有关于谭鸾大师的思想，那将来我们学习往生论注的时候呢再详细的讲解，这里就简略解释。那同时呢我们又介绍上面所说的阿弥陀往生论注核心讲记，这本书来呢大家可以好好拜读，对于这一段经文有这一段往生论注的文有详细的解释。下面第五题呢是有人听到这样说还有疑问就举出观经九品来怀疑说，哎，怎么能说速即成佛呢因为我们众生就是这样的，往往问题啊都是层出不穷的，要把从古到今古今中外所有的问题他都要问一个遍，全部解答完了他才可以那我就念佛了吧。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无穷无尽的，他只能是问到哪里答到哪里，或许有人有这样的问题。这九品当中每每都说到要经过多少时间，经过多少劫，要证到某种果位这个大家看九品就很清楚了。那现在为什么说速即成佛呢？还是有疑问。这个回答就举出了两个方面。答一，由二经说相有别，就说观经所讲的九品和阿弥陀经这里所讲的一旦往生都是不退转，没有品位，这是两部经的说相是有差别的。那么这种说相差别它有它的目的的，为什么呢？观经是为了显示九品回向的差别，它是九品回向求往生的，它这个在因行当中是有差别的，那么是要这个因行有差别，果上也有差别，所以这个呢显得不究竟不圆满，是要引导九品差别的人要回归到专修念佛。那当然就说明这个是方便，这个有不足，这个有时间性的差距，这有阶位品位的差距，那么最后是要导入一项专念的。可是阿弥陀经就不一样了，阿弥陀经是观经说完之后再说的，是个总结性的经典，它是要显示念佛一时大力，念佛一时就是同样真实的没有差别的这样大的利益。他说文殊阿弥陀佛支持名号，这是两部经对机不一样的他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观经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九品归入念佛他是对一个原来有所以定善散善这样的根基的众生开出药门，引导他归入念佛，站在这么一个立场和说法的意趣之上而说的，那么必然就要有备品的安利，然后就有所谓的时间的差价，这是观经就这么讲。可是阿弥陀经呢是正直舍方便，直接的就说专修念佛一时大力，所以一时就是法
啊，所以这个纯义真实的教法没有方便。所以阿弥陀经就是这种成佛，你看 到阿弥陀经的利益跟观经它不一样的，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这太厉害了啊！如果是梵文本的翻译经说，这个生彼土者怎么讲，皆是清净不退转一生补处的菩萨，都是这样的啊。玄奘大师的译本也说呢，皆是这些菩萨，他方菩萨都是一生所系。所以这两部经啊是有不一样。第二呢，第二点可以解释说，二有极乐十劫圆融，二说无妨。什么叫十劫圆融呢？十劫圆融也叫做念劫圆融，这是佛教的一个名词，也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啊，三世所有无量劫啊，我与一念兼三世，三世所有无量劫与一念计我皆见，就是一念之间叫做念，和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这叫劫，这一念和无量劫是圆融的，叫念劫圆融。简单讲就是在极乐世界啊，并没有我们娑婆世界这样的时间的概念啊，时间、空间、速度这三个是一个是一组关系，有空间有速度，然后就有时间，是吧？这个距离除以速度不就是时间吗？是不是？那么时间乘以速度就等于距离吗？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公式用不上，在这个地方很多学了没用，到极乐世界统统取消作废，没有用的。因为极乐世界是对时空观念跟我们这里不一样，破除了时空观念。那下面我们引用波住赞的这四句话：微尘故业随智灭，不觉转入真如门，大小僧祇恒沙劫，亦如弹指须臾间。说一旦往生极乐世界啊，像微尘数微尘数那么多的罪业，所谓的罪业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这个随着佛智都灭除了，不觉转入真如门，就证得真如佛法性，这不知不觉的就成佛了，不觉转入真如门。你看大小僧祇恒沙劫，就是指这个时间很久，阿僧祇那么恒河沙数，这些无量长久的时间，那么这样的时间怎么样呢？如同弹指一须臾之间，这不就是念劫圆融吗？当然关于这样的境界我们是没办法思维的，我们也就是相信就好了啊。这样的思维我们思维不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会觉得不通。我们曾经说过很多，你觉得通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佛法，你觉得不通的时候可能正好是佛法。对啊，觉得一点不通，想不通，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经文当中说三劫成佛、十劫成佛，或者多长时间成佛，或者说快速成佛，或者说立即成佛，这个都说得通的。因为时间的概念，时间是我们这里的土特产啊，是我们这里的观念。到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春夏秋冬啊，什么早上晚上啊。第六个还有问题，哎呀那好吧，就算速成吧，纵然速成，何说即成？因为也有三个说法嘛。那么速成速到什么程度没有说，而且上次我们说过了，速这个字也是娑婆世界的字典里才有，到极乐世界就没有速也没有慢，速也可以成为迟，迟也可以成为速啊，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速，这个速度这词也就是娑婆世界才有的，因为所谓速就是一个度，度就是量，对吧？极乐世界是什么？叫无量佛、无量光、无量的世界，它没有量嘛，那没有度、没有量，你怎么说呢？答：既超常轮诸地行，速满功德大宝海。它既然呢，不是说一地到一地这样修行，是速满足功德大宝海，所以可以说继承。那么继承是上午往生，下午成佛啊，今天往生，明天成佛。他也没有上午下午，他说前天往生后念成佛，这个还需要我们去了以后才搞得很明白哦，现在还搞不清楚。原以念佛一法，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因该果海，果彻因缘。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啊，我是非常喜欢的。念佛法门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果地觉为因地心，你现在在因地的时候，其实果上的觉悟就完全在你心里边通通都有了。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成佛，不是到那去再慢慢修行成佛的，是成佛的果报已经在我们心中了，到极乐世界就从篮子里把它拿出来而已啊，这篮子里边都有那个金元宝，伸手抓进去出来就是金元宝了，不是说手进去再变戏法变出来一个，不要，用不着，都已经有了。所以说这个如来一切众生心中本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个是从众生的性地来讲，而我们修弥陀的修德法门，我们心中啊完全都有了佛，这个32相80种好都在我们心中。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什么，就像那个大家做佛像啊，这个蜡，蜡融佛像，这个蜡一融掉里边的那个 佛像体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现在不过一个色身，就是蜡把我们里边的金色的佛体包住了，一旦到极乐世界，你这个到娑婆世界，这个色身一卸掉，这个蜡就没有了，就化了，那极乐世界就是金色佛体了。所以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在因地，在现在一念念佛心中，一句名号当中，已经是果地功德大宝海的功德都有了啊，毫无欠缺。本来果地法门故，这是果地法门，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净土法门不是因地法门，也不是说半因地半果地。什么叫半因地半果地？说哎，这个西红柿啊，不是西红柿，这个柿子还不太熟，是半熟的。这个香蕉是生的，拿来捂一捂，捂上个几天才熟，不是的，已经长得熟透了，对不对？啊，更不是拿一个种子给你慢慢发芽来长。这个苹果已经熟了，不是一个青苹果，还让你慢慢培养，没有的。阿弥陀佛给你六字名号，不是青苹果，认识吗？啊，不是青香蕉，这是熟透的佛果。所以果地法门不是因地法门。那么果地法门还需要我们再修行吗？还需要你再加工吗？啊，那就不叫果地法门，叫半成品。阿弥陀佛果地法门这个已经完成了，即果觉往生。我们往生是靠什么？靠阿弥陀佛的果地觉，对不对？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嘛，我们是仗阿弥陀佛果地觉而往生的。所以既以果觉往生，必以果觉得证。他证肯定要证果觉啊，那么就是证无上正等正觉，妄生谢灭，果觉现前，如应坏文臣，更无仙格啊，就是刚才打的比喻。第七题呢，他又问了，还是过不了关，又举出大经、观经等等问。大经说有人天、声闻、菩萨，观经呢也说供养诸佛、次第受记，这个都是净土三经啊，这皆是因位。人天、声闻、菩萨不也是因吗？那果位才称为佛啊，如果果位它应该叫佛啊，它可是叫人天、叫声闻、叫菩萨。那供养诸佛、次第受记，这个都是因位啊，那怎么能说成佛呢？回答说，大经里边虽然说了人天、声闻、菩萨，但是呢，经文说接受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所谓自然虚无之身、无极之体，这就是佛身。只不过呢，因顺于方，故有天人之名，实则非天非人。啊，我们已经引用
这个经文说明过了。因为在极乐世界啊，所以一切俱非，一切俱是，随顺他方世界。那么一个世界呢，一尊佛，也不能说都是佛，所以呢，这些其他的还都叫做人天声闻菩萨。尤其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法，那么娑婆世界众生，他因为就是三乘五乘教法，有人天，有声闻菩萨这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就说，哎呀，比过人天，比过声闻，比过菩萨。不然我们没办法理解呀、你名相嘛，总要说一个说一句话你听得懂的。因为如果讲极乐世界，那你没有啊，那些名词它在娑婆世界也没有，实际这样的果位也没有，所以没办法说，只好以我们这个世界有的可以说清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就没有说极乐世界的树是什么品种，我们这叫柳树杨树什么没有讲，也没有说极乐世界的果子什么果也没有讲。那鸟呢是讲了几种什么，但是呢也都是娑婆世界的名字，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等等，不都是这个世界的名字吗？这个世界最好的名字。但是你不能这样想啊，就是八个鸟呗，你不能这么想。就这一切啊都是比喻。观经啊上面说过了第一点如上已通，就说它是要显示九品往生的，所以就显示这种差距。另外呢还有第二种解释，就是趁第二十二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示现普贤行德。他是自在的，他供养诸佛也好，他次第受记也好，这是示现普贤行德。就普贤行就这样，因地修相，这是示现菩萨因地修行这种相状，是为代果行因。什么叫代果行因呢？就是所谓的道家慈航成了佛了，就代果行因，就是他已经果证上跟佛是平等，但是呢显示因地修相，这叫代果行因，它不显示佛的这个极果果地这样的相。它既然显示为菩萨，它当然就自在了嘛，佛就一切自在的了。当然它如果说是以佛这个名号出现，它就不能自在，它必须是作为佛这样，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皇上，你皇上你在，你就是皇上，你就不能够言语举动都不能随便的，那你要自在要随便，你就要是为福出法，对吧？为福出法，你可以做老百姓，也可以做什么文人学士，也可以做那个小商贩都可以。但是他是代国行因啊，对，他本身是皇上啊，他出来卖这个什么柚子，你以为他是这个卖小贩的，对不对？他是显示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的。那么如果他不显示成佛之相，显示菩萨，他就可以一切自在，就是普贤行德，一切行都可以做。这就是在教菩萨，就是同事社啊，你们要行菩萨道，那就这样做。他已经成佛了，这个都是他的老把式了他已经太清楚了，应该这样做，怎样上供诸佛，怎样下化众生怎样示现神通方便，怎样呢示现证悟一切三昧。我们来看净土宗圣教集314页，这一段也是贪婪大师引用第二十二愿做的解释。这一段解释非常好，也是讲往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的，立即成佛这样。这个愿文我就不念了。复次无量寿经中这有阿弥陀如来本愿言，一二三四五，第六行第五行，按此经推，彼国菩萨或可不从一地之一地。如果按这部经来推理的话，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中的菩萨或许呢用不着从一地到一地慢慢升进，就是一个阶位上一个阶位。那大师用的话呢比较宽缓
没有那么急切，所以用了个或字。这是因为考虑到我们一些众生啊，执见很重，一听到之后马上就说，哎，那怎么可以？所以这样你说，哎，就缓和一点。底下这句话特别好，所以前面引用之后，前面为什么呢？它超出常人诸地之行嘛。言师弟皆次者，是释迦如来与阎浮提一应化道耳。他方净土何必如此？哎，我就觉得这菩萨还说话说的哈，真是好。十力皆次也好，什么三贤十圣也好，什么五十个阶位也好，什么四十个破四十一品无名也好，这个都是释迦如来与阎浮提一应化道耳。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五浊恶世来应五浊恶世众生浊恶的环境，浊染的身心，应你这样的众生来教化你这一条一条道而已，是其中的一条道而已。他方净土何必如此？他方净土环境完全不一样，众生的身心完全不一样，所以诸佛说法是对机说法，对吧？你对一个智障儿童所讲的教这个教育的课程和教学方法，那和对那个智商180的那个人能讲一样吗？这个是智障儿童，那个是爱因斯坦，那你说两个教学方法一样，那能行吗？那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智障儿童来讲呢，才讲一地到一地啊，讲多了你跳不上去呀、啊。哎，慢慢呀，吃饭一口吃一口啊，这一地到一地的嘛。他方净土何必如此呢？他方世界那些菩萨的身心都是开放的，那些你多少海量都可以接受啊。我们不有个例子吗？龙树菩萨到龙宫里去。这《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从龙宫里取出来，大家知道吗？《华严经》有三个版本，上本、中本和下本。龙树菩萨一看，完了，娑婆世界众生心力狭小，不能接受，就说我们的脑子的容量不够，电脑就说你这个就是这个电脑怎么叫那个内存条不够啊，对不对啊？内存条不够，你看给你一个大软件，你运转不没法运转呐、啊。是不是啊？一个大软件的话，500G， 你够吗？啊，那么龙树菩萨一看不行，取了一个最小的版本，10万G 啊，《华严经》的。那么剩下那个版本有多大呢？剩下那个版本啊，那是无量无边的技术啊！你这是没办法计算，就娑婆世界众生他心里没办法受持，没办法，所以他就不拿出来，就拿个最简略本。你看，这还娑婆世界就说明这个问题，何况到极乐世界，那个经文你根本没办法接受。做极乐世界众生，他为什么要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啊？他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夸一逛起来通通就接受了，对不对？我们不是啊。所以要说你给你那么说白千三昧一时成，那你不行啊，你身心不够，所以五浊世众生才需要这样子。他方净土何必如此？五种不思议中佛法最不可思议，若言菩萨必从一地至一地，无超越之理，未敢想也。他那说话说得很好。他如果说菩萨必须从低到高啊，从一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这一地一地的来，没有超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不敢苟同，未敢想也。这可能见解还是有所差距。所以我们各位不要把这个地方的把娑婆世界的情况来套用极乐世界，在这里是真理，到极乐可能是谬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得，在地球上是没有空中楼阁的，到了外太空就一定要建空中楼阁，在地球上是真理，到外太空就是谬误了。所以在地球上你讲的一地到一地这是真理，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好，今天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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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